来尝尝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今天呢，我妈用这金龙鱼面粉做一道汤面卷子，我再整俩素菜，今天咱们简简单单吃一顿。我妈现在先把这面和一下。哈，这面开的挺细啊。先用这个80度的水把这个面烫一半。这是金龙鱼的多用途麦仁小麦粉，每颗小麦都是经过多台磨粉机研磨而成的，麦香浓郁，吃也不赖。烫了的这面搅成这絮状了，回剩下的这面用凉水把它和到一块儿。现在削两个土豆，一会儿拌个土豆丝，再做一个洋葱末。和成这样面团了，盖住它，醒它半小时。咱们先和点油，倒点这胡椒粉、花生油，和上俩大料瓣，放上几片姜片，再放上点葱段。油已经亮亮了，把它倒到肉馅里搅拌一下，打进一个生鸡蛋，把这葱切一下，放点盐，放点鸡粉、蚝油、香油。先把这个跟葱搅拌均匀，搅好之后跟肉搅匀。现在把这个篦子铺一下，把这面揉一下，分成两块擀。把这馅铺匀了，也要慢慢的把它卷起来。我妈已经把这汤面卷子弄好了，外边大锅已经烧上水了，开锅以后咱们就准备开蒸。锅已经开了。炸气上来以后，蒸1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汤面卷子已经蒸熟了啊，咱们现在把它端进去。老板，来尝尝。吃蒜呗，哥。不。你拿蒜吧。不用。真香。哎呦。带着这香酥，挺好。就这个肉底不凉，可带骨的事儿。这面煮的挺筋道啊，馅儿也不赖。面是用的金龙鱼的，油用的胡椒花，都是真材实料。这面吃的都不赖是吧？嗯，有点儿。嗯。估计小时候感觉也靠我做这个，是吧？哎，那时候觉得闹放啊，是吧？不是，他那时候好闹车。嗯。